谁说是笑眼里开的花几人无声，风雨中飘零的容颜不再鲜红，谁握住女人一双暗香的手，把女人在远近高低铺修理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我告诉你二环啊，修车的人我认识，他叫老七，他老婆呢在咱们厂的食堂做饭。他跟我说啊，有一男一女把这车子寄存到他的门口，然后呢去看电影去了。那个女的不用说，她肯定是你。那男的是谁？来，再给我写上。你没听小鹏问你吗？你把那男的写下来。写啊！你到底和谁去看的电影？你写下来呀！等等，哎，让他们写上呢。张大哥啊，你回来了啊？你们让他写什么呢？让小鹏跟你说。哎，是这样，大哥啊，你回来正好，你也听了这事儿啊。我看了你们的面子，我给二环安排个很轻巧的活。在酒厂拉酒糟，回来喂猪，上午一趟呢，下午一趟，干完就完事儿。你说这活儿轻巧吧？可是二环最近一段时间有些不对啊，他经常是把车子骑出去了，半天不回来。你说，咱们焦炭厂离这个酒厂啊，这来回儿不过三里多路，啊，就算把装酒糟的时间都算上，两个小时足够了吧？就俩小时。可有时候他是半天不回来，半天都不回来，你说他上哪儿去了呢？那我作为他领导的，你说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得负责任呢，是不是大哥？所以我不能不管他，大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管得对。可今天下午，终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下午三点多钟，我去澡堂洗澡。我路过电影院附近的修车铺门口，我看这个车子停在那儿，我就感觉非常奇怪。你说二环骑着三轮车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？会不会上厕所去了？怎么两个人一块上厕所吗？人老七说是这两个人把这个车子寄放到那儿之后去看电影去了，一男一女。那个女的不用说，那肯定是二环了。这男的是谁？你说大哥，那男的是谁？你说咱是不是得问一问啊？你说万一那个男的是个坏人，那把二环给勾引走了，再出点啥事儿，你说我做领导的，我能不负责任吗，大哥？所以我们得问一问他，你说呢？问吧。老婆，今天当着你姐和你姐夫的面，你就给我说清楚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
你想躲也躲不过去，你必须回来。来，你写。写啊。大哥，看来你得问，我问他他不写啊，你问问他，你问问那个男的到底是谁。你问他会说的。老韩，你跟人看电影去了？这个车能跑到电影院附近的修车铺门口吗？没有那个老七能撒谎吗？我跟你说二话啊，你今天必须老老实实给我说清楚，那个男人是谁？来，你写。你看他干什么呀？写呀，快写啊！那个男的到底是谁？你写呀，你写呀！那个男的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是我。哎，小陈啊！哎，小陈，哎，是我。你？啊，是我。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真的是你？啊，是这样啊，大嫂。那个，我们这培训班毕业，这有个同学啊，给了我两张电影票，正好我在路上啊碰见二环了，我就叫他一块儿去。开始他还不愿意，说要把这酒糟送回厂里去。我说反正看完了再送回去也来得及。这车啊，我们就存在这个门口这个修车铺了，啊，这电影院门口那儿。这是那个票，15排22、23。看完电影，我们出来啊，看不见这车了。那看车那王八蛋说车丢了，我说到处也找不着。这怎么在这儿了？谁给骑回来的？我骑的。你骑的？是。我说小鹏啊，你要骑你往厂里骑，你往这儿骑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意思，我的意思都在你那儿了，你有意思。别嚷。
吃饭吧。妈头疼。爸，妈头疼。给你妈弄一片驱痛片。那我给您拿药去吧。不用。吃饭去吧。是啊，洗衣服呢。来，帮我洗两件。去，我不管。要不这样，咱俩杀一盘，你赢了我帮你洗，你输了你帮我洗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要不这样，你赢了我请你吃那涮羊肉，也帮你洗衣服，你输了呢？你帮我洗衣服，还有外加两双袜。我不干，你的袜子太臭，还不熏死我。你怎么锻炼你会输啊？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心事，安不下神儿来啊？我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有什么心事你不知道？你今天演的双簧不错，但是你骗不了我。待会儿来个人，马上就把你演的双簧给揭穿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嗯，韩科长来了。哎，你叫我，我能不来吗？来。哎，小石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电影院附近修车部的老七，这是小石，石玉良。哎，石同志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老七，电影院那一片提我好使。你好使什么？你好使，三轮车你都看不住。我问你，下午存放三轮车的人是不是他？不是他。你敢肯定吗？不是他，肯定不是他。肯定不是他。肯定不是他。那人让我打了，长得比他高，比他壮。那行，那你回去。彭科长，我那一条烟。拿去，这什么意见？你到办公室，到办公室哪？你看，你说明天到办公室哪？你没听见？真找不着你，怎么找不着？王科长，你看，好，说好的，好，明天别忘了啊！这回你还有啥话可说？说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跟二环去看电影了吗？啊？怎么了？都到这时候了，你小子还嘴硬啊？你老七刚才说什么？你没听见？人家说不认识你。他不认识我，我还不认识他呢。啊，这就对了。他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他，这说明了你俩根本就没见过面。这说明了寄放三轮车的人根本就不是你。最后说明。跟二环看电影的人也不是你，这是破案啊，一套一套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寄放三轮车那地方根本就没这人，看车那是一60多岁的老头子，不是他。那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提人康康？啊？跟二环看电影的人分明是张姐，你非要往自己身上来。张姐给你什么好处了吗？还是这二环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咋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自己想呗。诸葛亮转世要能想明白，那谁家都佩服他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看出二环什么破绽了？什么破绽？那天你说二环像朝鲜人，我说他像日本人，你以为我瞎说？我告诉你，
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哎，你注不注意，二环跑起来的时候，不像中国妇女大步流星的往前跨，她是小步往前颠的。还有啊，她看人老爱鞠躬，老爱说谢谢。我还怀疑她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她不是哑巴，她会说话。她会说话，她为什么装哑巴？为什么？他是怕人听出来他不是中国人。凡是很多事情可以证明他不是中国人，他是个日本人。日本人？哎呀，你可真聪明。我笨，我看不出来。你看不出来？你小子就撒谎吧你。你看不出来你替人扛杠？小石啊，咱们俩处了这么多年，我竟然没把你看透过。你小子太深了，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？我真是琢磨不透。琢磨不透你就别琢磨了。你说你老费着劲干什么？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再为家里生孩子，十个八个都可以。再给你一块糖。大爷，大爷，我喜欢你。八岁了，大爷。哎呀，真乖。大爷太好了。那个女的不用说，那肯定是二环。这男的是谁？你就给我说清楚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没孩子的女人呢，就像那房上的草，不光不长在男人的心上，就连扎根那土吧，也薄得要死。将来有一天，等大风来的时候，那草就给刮跑了，我就是那房上的草。
小环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哎呀，啊，那赶紧去找他。好。快去打脸。这回他是真想死。他是个聪明的人，看电影的事儿瞒不住他的眼睛。我们不应该，不应该这样。这事儿不怪你。是张姐吗？啊，是。这有一份您的电报。哦。驸马起来。再见。嗯。再见，再见。好了啊，好孩子，不哭了。别，都别哭了。老家来电了，说爹不行了。爹不行了。啊。爹，
那咱得回去看看呀。现在都这样了，怎么回去啊？我一人回去吧。那能行吗？咱得回去，咱都得回去，得把这仨孩子都带回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也得让爹在临终前看看他这仨孙子呀。咱回去。我和你们一起去吧。好吧。你回去干什么呀？你要是我爹儿媳妇，你就回去。你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留在这儿看家。爷爷快不行了，孩子，妈领你们去看爷爷去啊。谢谢你，相师。我可以说话。我知道。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走吧。坐。你一个人？啊，我一个人。那个小鹏中午不回来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啊，行，那你坐啊。来，坐你的啊。张姐和小鹏回老家了。爸爸病危了。他们回去了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是来感谢你的。那天要不是你帮我，说你和我一起去看电影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那天我也在电影院，我看见你和张姐从上面跳下来，也听见你们说话了。所以我知道你会说话，也知道你不叫朱二环，你叫多鹤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其实啊，我一直觉得你好像不是小环的妹妹，你甚至都可能不是中国人，但是你为什么非要装作是小环的妹妹？为什么非要装作不会说话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我也不方便问。因为我觉得
如果一个人他要刻意隐瞒什么，要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他一定有说不出的苦衷。这是人家的秘密，人家不说，最好也别问。但是啊，这么多年接触下来，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勤劳、能干、能忍受。从你的眼神里根本看不出任何的怨恨，这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。但是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一定有一肚子的苦水吐不出来，这点我是感同身受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绝不会看着不管。谢谢你，小石，你也是好人，非常非常好的好人。你说的对，我不是小欢的亲妹妹，我也不是中国人，我的真名叫竹内多鹤，我是从日本来的。我对我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记忆，我们全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搬到中国来了，当时很多日本人都来中国了，一个一个村子都在黑龙江住了下来。日本政府叫我们满洲开拓团，其实就是想能够长久的占着中国的土地。可是日本战败了。1942年的时候，我爸爸在战争中死了。第二年，我哥哥也在战争中死了。记得很清楚，那年秋天，我在外祖父家里，突然村子里很乱，全村人都被赶到村子附近的一片树林里。树林里有大哥，我看到有人拿着机枪，就往人群里扫射，一片一片的人倒了下去。祖父外祖母不想我死，他们叫我逃，我也命好，钻进了草丛里就跑掉了。一个村子500多人集体自杀。外祖父外祖母也在其中，可是我找不到他，看不到。我当时吓得魂都没了，我回家告诉妈妈，告诉了村长。我们家附近5个村子，所有人都不想死。我们听说从大连坐船可以回国，我们就一起走了。一路上饿的饿死，病的病死，像一场噩梦。当时他们以为我死了，张健的爸爸妈妈把我给救了，全家人对我非常好，对我很好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这些，但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会为我保守这个秘密的。放心，
在我肚子里，我也不会说出去。这场战争真是太残酷了，我也有两个亲人死在这场战争当中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中国人才是受害者，没想到你们也是。你能活下来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我果然没有猜错吧，他不是中国人，他是日本人。他不是哑巴，他会说话。你不叫朱尔环，你叫竹内多鹤。这个名字好听啊，竹内多鹤。小石，你有妻子吗？有过，都死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再娶？想过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孩子呢。那要是对方不嫌弃孩子呢？那也不敢想，我这人命不好，谁敢嫁我呀？你人好，谁嫁了你都会很幸福的。愿吧。世上真多余，你
把我给带去，好好孝顺你们。静静。